那道光好像消失了。明天是最后一天，啊！还没人能接下他三招。扶桑。我听说扶桑有位无敌的剑客，叫宫本。不认识，我只是个铁匠。可惜。可惜，失去他以后，一切都不重要了。如果可以，阿托想去找回那道光。对过去的执念是能让你回去，但代价是你将永远消散。阿童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去吧，你有一天的时间。想道歉的话，就陪我逛一天长安城吧。来，快点！哇！阿童，一个五脏，当当，无敌的五脏又回来啦！是可爱的阿通回来了。尝一闻。这身好看，穿上剑道服的五脏才是最闪光的。来看看这边。挑战的人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生日要在太阳下山之前回来，有生日惊喜哦。等我，
还是不分胜负。阁下剑术果然厉害。那天不去比剑，就能好好保护阿童。我知道，这就是武藏放下剑的原因。但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啊，阿童不希望武藏因为我而失去光芒。阿童，你怎么了？阿童，一天的时间真短，还想看看武藏喜不喜欢我送的惊喜呢？喜欢。非常喜欢。还记得吗？你小时候说过的那句话。告诉你个秘密，宫本武藏，天下无双。长安城连接我三招的人都没有，我来和你比剑。嗯，是你？阿童，武藏，皆为过客，逝者亦是归人。今日或许还不是分出胜负的时候，改日再战。
你正回过头回首，那指尖温柔倒流在我错身的世界中，有哪一个梦能替我拥抱你最初的信封？天地间飘游，每一步都是彼此期待的重逢，而我会在你不远处用力的行走，怀揣你的牵手，隔着一片人海牵紧双手。我会记得街上曾花开，拖住一滴泪许下千载，我们攀天空却都不成风，只相信爱会吹起梦，一切只出于悬崖，不如举步一跃斩沧海，那扬起的光指向你最自由的方向，寂寞且长我懂，你并不怕流浪，那就为眼前夕阳燃起年少轻狂。